这是梦吗？既然是梦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不是吗？阿豪，无双，无双，我发誓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，真的。先别生气了嘛，尔豪他肯定不是故意的。姐，意外都已经发生了，咱们就只能想办法，怎样把伤害降到最低，好不好？我都已经丢脸死了，怎么降到最低啊？不丢脸，不丢脸，我刚刚已经帮你确认过了。你刚刚啊，整体状况都非常好。张一恒，无双，对不起啊，连累你了。没事儿，我觉得我刚刚好像也说错话了。你真的要相信我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。我相信你。不过。不过什么？也就先这样吧。哎，这怎么一秒间可以做这么多转折的？你这看的谁的视频啊？这么远，看得清吗？能看清楚啊，杨岩的视频。爸，没事吧？爸，没事，有点烫。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。名不见经传的，我觉得。与其看这种没有价值的视频，你还不如多研究研究奥运金牌的起颤术呢。不是，这视频是贺叔给我的，我觉得视频挺受用的。我之前照着视频学，还当了一匹黑马呢，啊，火爆全场。你贺叔给的，真好，他还真是不藏私啊。不过吧，这视频呢，我觉得基础步伐和进攻还可以学一学，但是在进阶点的攻击就完全怎么学都学不像。比如刚才我看这段啊，就这段啊，他如何从四号位假装去攻二号位，实则去攻一号位呢？而且这套进攻还给自己留条后路，万一他一击击不中的话，他还可以反手去劈三号位，太厉害了。你看他这一秒之间变换了这么多进攻线路，都看得清吗？看得清啊。啊，当然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看不清楚，感觉唰一下就结束了，之后久而久之就习惯了，当然也没什么用啊，看清楚了不也一样试不出来吗？我觉得你是不是太拘泥扬言的剑法了？
我看这个杨言在比赛当中好像也没有刻意要使什么必杀技，他只是后发先至，判断清楚对手的意图之后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后发制人。爸，你真厉害，我之前看了那么久才看清楚的视频，你一只眼睛看得比我两只都清楚。我要是不厉害怎么能生出你这么好的眼神啊。其实啊，只要你看得清杨言的动作，你肯定也看得清他对手的意图。与其去模仿杨言的剑法，你还不如下功夫